小姐们，哪里的山，哪里的山？
来来，阿嬷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各位乡亲是大今仔日哦，落日头，吼、哦、啊，日子阁拄拄啊好，大家食饱未？食饱对无？好，食饱安尼拄拄啊好，邀请大家，你若报名登记好啊，来咱的椅啊遮坐，咱做伙开讲，咱做伙欣赏。做伙度过今仔日下昼足好的一个下昼，来邀请阿未坐，阿未坐来，咱的秀辉村长来头前遮坐来，潘秀辉村长遮坐遮坐来，好。乡亲时代唔好徛咧啦，徛咱已经袂悬啊啦，嘛袂落啊，来，咱来遮坐咧，开讲拄啊好，啊要报名的报名，啊即马边啊遮有一挂豆花，一挂点心。大家客咧，咱遮就坐咧，咱做伙来欣赏。来，伫遮咱第二个节目吼，咱邀请新皮乡乐龄学习中心的阿嬷。这个乐龄中心吼，是咱新皮乡咱大家的目前吼有南方、拍铁、向潭、新哎，搁咱的向潭，搁咱的基湖、甲西头，拢有人参加，啊，未参加的举手。拢爱未参加吼，好，即拢爱报名哈。连刚刚遮个阿嬷做伙跳舞，即摆因要甲咱表演的是陶笛。来，阿嬷来，阿嬷上台一下，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。这是陶笛，咱一个介简单的乐器，扎伫身躯边，咱就会当弹。分给家己欢喜，分给别人欣赏，这就是陶笛。好，啊，这个阿嬷会搁较古锥，安尼尔，吼、哦，才细个，等下拢会当吹，甲咱分予足好的音乐予咱听。首先吼、哦，因要甲咱分的第一条歌是《庙会》，第一条歌是《庙会》庙会。咱要做庙会，要做老人庙会。第二首会分《望春风》，啊，《望春风》啊，要邀请咱的桃园联社遮的志工师姐，搁一挂监事，哈、哦，要来上台跟我们一起唱《望春风》。《望春风》哦，是咱准备好未？哦，我伫咧等你。好，来，《望春风》是咱。足好足水的一条民谣，等下邀请大家做伙来唱，做伙来欣赏。啊，第三首，因会甲咱分刻骨铭心。好，庙会，来，掌声鼓励。
昆凌，今日来这无表演，哪会使哩？好，来婆仔车，婆仔车来。我真正高速公路哪坐，我是哪连过来呢？这么无机会玩表演。我知影吼，这个桃李妈妈吼要演奏啦，伊要演奏，所以我连歌要来配合伊的。来，请大家哦，因为哦，刚才呢只是热场一下啦，让各位呢现在稍微坐下来，肃静一下。首先呢哦，我们来邀请响潭国小的校长林校长为我们来叙述一下，我们这一次呢哈，来办这一次活动的是什么因缘际会哈？来办这个活动，我们来邀请这个林校长为我们来讲述一下。好，明矮法师，我们的秀辉村长，还有所有今天在这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向潭国校校长。今仔日下昼吼，介欢喜，我搁重讲一遍，因为我是客人，爱真爱有样迄项面啊，嘿，我客人啊，所以要讲台语吼，有诶我真正讲要无好，搁爱大家甲我多多包涵，毋过我尽量，我一定尽量用台语讲互恁听，好，来，今仔日来甲咱遮办活动诶，是咱桃园诶佛教莲，佛教莲社，伫咱遮办活动，啊，桃园呢？啊，咱只屏东呢？咱若无包邮，咱车甲桃园开，咱伫桃园来，要来甲大家讲一段咱真正介感恩的代志。伫可能五六十年前，
敢有这老？三十年前。两三十年前吼，好，来，咱向谈有一个以前在以前吼，咱有一个代表新埤乡的代表叫王胜福，大家有印象无？村长有印象无？乡亲敢有印象？好，这个咱迄阵的咱的一个代表，伊伫咱基隆遮大汉，伫咱向潭读册，伊的子女嘛拢伫咱遮大汉。时间安尼经过到即马，伫顶礼拜有一个礼拜，我接到电话。咱的招真师姐，甲我一个家长，我向潭国校的副会长夫人，敲电话给我，讲校长，阮迄个师傅吼，想要转来咱的庄头看卖啊，看咱大家乡亲时代即马生活过得好无？乡亲时代平安健康的情形，要转来看咱所有囡仔学习的情形，所以因就来甲向潭国小。来到国小的时阵，看到学校的囡仔的学习，看到咱新校舍内底欠东欠西，所以师傅甲咱的师姐因一致就讲好，一定爱找一个姻缘，转来向谈，转来基隆，就是今仔日。今仔日呢，因咧筹备这个时间吼，介短，不过因甲所有的爱心。所有因对咱是咱遮庄头的时代，咱遮庄头是细囡仔学习，所有的关心拢带转来，这就是咱的明矮师傅。那明矮师傅呢？伊迄天甲我讲的时阵，伊讲两句话，我五十岁啊，背无啥会起来，所以做小抄。迄天师傅说了两句话，我真正太感动。伊讲第一句。伊的爸爸讲，就是咱的王代表讲，恁若有能力的时阵，一定爱转来咱大汉的庄卡，一定爱转咱的乡里，转来咱的学校来照顾遮的人。所以今仔日因转来啊。第二，今仔日一办呢是一个新春的关怀活动。咱庄卡生活不比都市，都市人的生活真正因所有拢较方便便利，咱庄卡无，所以师傅今仔日唔呐，甲咱带，甲因联社所有的志工，还有联社的师傅，把所有的物资的一寡物资带转来，搁发放关怀金。所以在座的所有乡亲时代，他们都有报道，有登记到。你唔免赶紧领，等下会大家和大家领。不过这个时间要邀请大家坐伫遮歇一下凉，想看卖咱基隆、向潭、西头，咱古早时阵美满的生活。我最近常常咧看老的相片，特别呐，咱的太祖宫遮呐办老日。我向潭国校的囡仔爱请假一半，因为大家拢要转来看老日。迄相片吼，老日甲校长咧，足想要甲校长先遐关开，来遮看大家办老日。这就是一个砖头，这就是咱故乡的爱。今仔日介感恩师傅，甲所有的爱带转来，所以我要来郑重来甲大家介绍。第一个是介绍的是咱桃园佛教联社董事长、董事长兼咱的主持明矮法师。啊，有开无？有开无？有开无？啊，有开。等下咱较邀请师傅吼来甲咱，来甲咱祝福啦吼，讲几句话。来，第一个介绍咱家的大家长潘秀辉潘村长。好啊，声哦，这是上辛苦的船长，搁骨力对咱乡里搁好，这咱足好的船长。来介绍我们的监事潘美玲女士，这个是潘家秋芒春风的啦，哦，水啦。接着呢，是我们桃园市屏东同乡会的理事长潘纯慧小姐。对对，来举手一下，来举手一下，哦，这就笑脸的，嘿，潘纯慧小姐，谢谢。
他是我们屏东同乡会啦，感恩感恩。那接着呢，介绍我们桃园佛教联社所有的众家随行师父，请认识一下。哎，远自桃园哦，来关心大家。阿哥，我们收为志工大姐大哥来挥挥手。不管是穿绿背心还是穿红色衣服的，哎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志工，把所有的把社会关心。阿哥，我们新皮乡乐林学习中心的志工阿妈来，阿公阿妈举个手，挥挥手哦。好，好，这是一个砖头，咱就是一家伙啊。常常大家拢穿安尼生活，咱大家相见面，大家拢快乐。这就是上好上美满的砖头，啊，我嘛希望咱的向谈、基隆、西头永远才美满、才幸福。把咱带回来家，我们先邀请我们的潘秀辉潘村长，以及咱在地致欢迎词，欢迎我们这些归来的师父跟我们所有的志工。哎，校长你好，呵呵你较辛苦哩。啊，感谢咧！啊，咱今仔日非常多我们佛教联社，啊，咱个董事长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兼主持啦，啊，咱叫招文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个师傅啦，啊，这无简单嘞，哦，咱真正倒来咱个故乡，这是咱个故乡个主题，真正无简单，这么久嘞，啊，付出了奋斗嘞，真正变有一片天来啊，啊，倒来嘞，变来多谢咱这个乡亲嘞。啊，真正嘞，好、哦、咱需要咱倒来照顾咱遮个一挂弱势团体，咱遮个老人，啊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遮个咱要感谢咱师，啊，带咱遮个嘞，咱遮个师爷师姐嘞，啊，真正来倒来关怀，关怀咱遮弱势个，真正，我后日甲恁赞一下，好、哦，感谢咱遮个咱师啊，带咱遮个师爷师姐，啊，真正倒来一个咱故乡。真正无简单啦、啊！阿姨咧，阿姨出了啦，奋斗遐久啊，啊，真正无简单。之前，阮带来围到咱本市啊，有落去参观，啊，有咧讲提起，讲有需要咧，哦，啊，等下咱雇佣咧，啊，行行看看咧，啊，真正无简单啦、啊！啊，有落有需要啦，有需要咱输啊，咱无声咧，啊，等下咱来雇佣，啊，才敢关怀一下，关怀咱遮个，咱遮一挂弱势的。啊，一挂咱学校吼，啊，咱校长啊，咱啊来感恩着啦，啊，真正好啦，伫遮啦，啊，无简单啦，啊，咱来真正感谢恁啦，啊，感谢咱大家，啊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啊，感谢恁师啊，啊，伫遮恁算恁遮个师爷师姐嘞，啊，真个辛苦啦，一路辛苦啦，啊，感谢恁，感谢。多谢咱的船长吼，船长讲话真正有气力的啦，这个是上有咱的欢迎啦吼。接着，我们邀请明矮师父，咱的明矮法师来给咱致祝福词，祝福咱的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遂吼。来，师父请。最尊敬的咱的潘船长，叫咱向堂不少，咱林校长，叫咱桃园教联社，我最疼我、最支持我，咱的董干事。是我的，咱的连友，是咱的法师，以及我上界敬爱，咱基隆村的村民，跟咱三重头的乡亲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首先呢，爱感恩着，伫这块土地大汉，而且栽培我大汉，对咱的国校学生需要关怀，那么我就倒转去阮桃园教联社。咱来当干事讲，是毋是呢？咱来借着大家力量，来关怀着我的母校。伊遐是曾经栽培我大汉，教育我长大的一个学校。但是我看咱林校长呢，也讲非常有爱心，照顾着咱学生囡仔。看到咱学生囡仔呢，有这么大的成长甲发展，确实了不起。那应该先给咱林校长一个温暖掌声。毕竟呢，我家己出外，虽然出家修行，出家修行一路呢，就是因为教育，因为教育呢改变着我。有一个故事吼，事先简单讲一个故事，我咱大家来分享。
在佛陀的时代呢，有一个少年人，那么伊家境介善，那么伊的名叫做善念嘛，善念的善，念头的念叫善念。那么当时呢，因厝内底吼真善解，因啊不管是呢，甲人发生着冲突，发生冲突了后呢，伊就伫个厝头前这钉道吼，有变啊这庙埕都发誓，就住安尼写三年，一直写。那么写完呢，伊的性格就较好，较柔软，啊无听要甲人冤家相拍。一直到呢，伊真因为有善念。伊真拍拼，伊真努力，渐渐伊事业愈来愈好了后呢，伊呢会用讲伊个环境也改变，也赚真侪钱。但是呢，有人若较输咧，甲伊产生着一挂即个冲突的时阵，伊也无爱甲人做冤家相呢。伊个同款伫个听到呢，安尼洗三年去洗去洗，咧伊个厝内底即个囝孙就感觉真好奇啊。讲这阿公诶，从少年到大汉，若拄着境界，就伫个钉刀咧洗衫咧。伊阿孙就问讲：“阿公啊，为虾米你时常咧看到有虾米境界来时阵，拢要伫你个大钉刀咧洗衫咧？”这个阿公诶，就甲这个阿孙讲：“伊讲啊，戆孙啊，伊讲较早细汉。”出来在散者，假使发生着冲突，伊就伫钉刀咧洗衫咧，我就免三分钟就洗完啦。讲咱刀就遮散，咱有啥物资格甲人计较？咱有啥物资格去甲人乾坤？因为安尼伊的性格就较柔软啊，就袂搁再生气。当然咧，事业有成，伊按讲各方面的条件足优秀。不过呢，人若咧甲伊冤家的时阵，或者咧对伊一寡批评的时阵，伊的心内感觉是非常的包容。伊感觉伫个大厅兜咧洗衫咧，伊就感觉讲，我真个生活环境已经改善遮好啊，我何必甲人比较？我何必甲人计较？我应该将我的善念来分享给大家。和大家每一个人的善念，在咱每一个角落，把这个善念发展了后，这个社会就是和平的。今日呢，借着这个故事，啊，就参见咱对个潘团长、跟咱林校长讲，我也是抱着这个善念来感恩着，伫遮栽培我大汉的，而且我的妈妈伫遮，我的妈妈感觉也好，我去出家哦，爱甲谢谢。我嘛介重感情的人，歹势。所以这个善念，咱今日倒转来，咱并无地方的所谓什么任何的这个党派啦，任何斗争拢无。事只是借着这个因缘，借着这个善念，啊，借着咱大家力量，而且呢，我爱上个感恩是咱天父教，甲包括咱台北灵恩寺吼。我目前有两间寺庙的主持啊，一间是台湾教联社，一间是伫台北大桥头的龙分寺，最近我新接任的，伊拢正到斗相共。我是毋是接到咱乡亲的呼啊声，先甲咱谢谢咱这两间寺庙，也叫法师甲咱当干事。若无因甲我斗相共哦，我嘛无体力啦。我偷偷甲恁讲，我若咧欠所有拄在咱林校长介绍迄个潘美玲，迄就是。无钱就为为遐讨着对啊！伊会老斗相共，啊，佫有一个叫做邱风兰啊，拢也真够真相亲，包括咱在座的法师，包括所有伫遮咱通告的社会都无闲通来，伊拢非常甲咱支持。尤其呢，咱即位伫我即倒进门即咱即尤夫人，尤其是伊是我的前任的上有当事，过去的事情拢伊在做。伊头一出来，拄我出门，听到讲事要倒来故乡做这个慈善关怀呢，伊放下着伊身躯边的担担，伊讲呢，要来甲咱来共同来参与着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咱也甲咱尤其是吼，谢谢。
因为伊过去吼，甲咱疼惜，我才有机会通啊来担任着咱桃园教练社这个董事长。那么接任着这个重担呢，我一直怀念着，伫遮，我时常甲我的地主讲，在做这桃园这发出拢我的地主，地主真济，我拢时常甲伊讲，一个爱知影念恩的人，知影故乡栽培过咱的人，无论这个环境好歹，就参像咱拄只林华顶讲。这就是咱的砖头，因为有这个砖头，才让咱会当大汉，会当让咱大汉，咱才会用咱的双手，将咱的爱心，将咱的善良，甲散播了出去，让我们的善念散播在每个角落。而且咱今天活动呢，不只是咱同教练生，包括我的同学啊，还有些还请假专程来帮忙，对吧？都非常的感恩。那么尤其呢，你记得。现在社会，需要甲咱大家分享一下。今日会当改变我，除了我的是大人甲我栽培，我的兄弟姊妹甲我收听，上重要是佛法。佛法让我的内心感受到一份的温暖。佛陀就是一个大智慧者。今仔日这毋是要甲咱这个报告，是要让咱了解，就讲我伫二十年前出家。我对咱的民间信仰，我也非常的尊重。那么出家了后呢，开始伫这个佛堂里，佛堂里读册到研究所，曾经伫台北龙山寺担任过，搁伫台湾教练社，咱的林乡长，包括咱潘船长，拢曾经捌到台北龙山寺，也捌去过台湾教练社，甲我关心。因着这关心我，我哪会当无倒转来关心着咱的故乡？你讲对唔对？就是这个信仰。啊，我也袂当占用着伤济时间啊。因为千言万语都是感恩，那么最大感恩，我是希望咱的乡亲，你们要过得快乐，过得平安，过得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他们。谢谢师父，谢谢。来自远方的祝福都是很大的福气。好，来来，邀请我们的潘美玲理事、明乃和尚、潘村长、潘理事长、林校长。我桃园佛教莲社呢，是伫桃园市桃园区朝阳街十二号。桃园佛教莲社，民国四十年就新建了，民国四十三年落成，经过六十几年，有真济技术，我经历过海山智信法师，智信法师完结了后，由法空法师接任。法空法师已经九十几岁啊，年迈了。所以民国一百年的时阵，礼聘了明乃法师来做代理主持，但因为伊非常的优秀，所以102年，伊接任第十七届董事长及第三任的主持。伊发心来修理建设莲社，因为莲社迄当阵已经经过遐尼久啊，所以有一寡建筑物拢是需要改善的。伊伫大殿的顶头呢。做一朵玻璃花，就是一朵真大的莲花哦，很漂亮的。东端是药师法会，西端是莲池法会，拢是用手，拢是用铜去拍手工做的哦。两边呢有四万分像，我的万分像是琉璃的佛像，非常的庄严。天龙殿十大地主的圣像，也是非常的庄严肃穆。在阮个法务方面，103年连续传三段大戒，三段大戒，伊佛教界是上悬的戒律，最大的活动就对了。所以有429位的戒主，菩萨界嘛有修429位，在文教方面呢，我们有宝胜佛学院。宝胜佛学院呢，定期举办佛学讲座，还有才艺课程。才艺课程有书法，都有佛规。佛规就是规佛像、甲莲花，这方面的这方面的应该算国画吧。还有气功、瑜伽，在还有佛教联社呢，还有举办佛学论文奖，佛学论文的奖学金。还有去年还举办的瑜伽菩萨戒会，然后那我们每年呢定期都会举办大乘法义讲座跟短期出家，在
公益这一个区域呢，我们每年都有受到政府单位的表扬。民国102年，我们得到桃园县公益寺庙银质奖。民国103年，得到内政部基优宗教团体奖。民国104年，绿色环保奖。民国105年，消防局善心捐赠奖。民国106年，环保寺庙金质奖。在慈善方面，我们有急难救助，还有各个学校的奖助学金，以及桃园区各社区的物资关怀。现102年，我们更扩大举办的岁末关怀圆游会。103年，捐赠救护车一辆。104年，捐赠消防局自动心肺复苏机，供紧急救护使用。今天我们捧着温淑为贺品来这跟大家过新年，从佛教人下欢迎大家莅临同沾法益，这祝福大家合家平安，心想事成，吉祥如意。谢谢谢谢师姐，谢谢，这个是理事哈。好，接着呢，要邀请我们桃园市屏东县的同乡会，我们的潘纯慧小姐来跟我们祝福词哈，来给大家祝福起来啦。及师父，还有我们最亲爱的长辈朋友，大家好，好，回家真好，真的回家真好。那我爸爸叫彭永林，在这边我先谢谢哈，就是我爸爸讲哈，回干妈店啊，在卖菜的时阵，咱村民大家来支持，好，我是大汉祖囝叫潘纯慧，一定叫贵啊，好，我叫贵啊啦哈，然后大家来讲谢谢，谢谢，真的谢谢各位哈。那我嫁汤已经20几年啊，想过来年前哦，师傅到汤的时阵。真的很有这个机缘，到了我们的桃园佛教莲社那边，那师父非常的用心，他一向在不管在哪里很用心，他教育上还有一些关怀部分。那在前阵子，其实几年前师父就想有什么方法能够回馈自己的家乡，他很想做一些很有食物上的一个帮忙的哈。那师父这个人哦，说到就做到。而且他就说了，关怀是要用最实际上的。当然外面，因为我在外面，我本身在保险公司20几年，外面有很多的团体，他们就要做一些捐赠什么之类的。说真的，我们村子里面，我相信很少做像这样的关怀弱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那因为村子里面说真的，很多都是老的。那各位的子女吼，拢伫外口在打拼，咱家吼，可能有一寡生活吼，较辛苦，所以师父真用心吼，转来家自己的家乡这边。当初我嘛甲师父讲，家里吼老伙仔是大人，身体拢无好啊，啊咱伫外口嘛足烦恼的吼。那师父就甲讲一句话，你转甲爸爸讲。把身体顾好，就是顾咱的囝，就是叫把身体顾好，就是顾咱的子女吼，要顾咱把身体顾好势就好啊。咱伫外口甲人邻居打拼，有这个机会来回馈到乡里。那说真的，也很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上台。我较含慢讲话，请多多包涵。在座的各位，好，潘纯慧，也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感谢，谢谢。韩版恭维，韩版恭维拢讲遮好安尼，好来。其实吼，真正当着好的老师，所以我会选择做老师。我甲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。伫咱向谈国校，我是100年来，100年的8月初1我来的时阵。其实我以前拢咧做老师，我唔捌，也唔捌伫企业界，也唔捌熟悉啥物董事长的朋友拢无。有一天，看到学校的囡仔，因无法度，逐天拢穿运动衫，因为有的囡仔厝里无法度买，啊有的无材料买两双，逐天洗，
所以迄阵呢，我就去拜托一个我的朋友，拜托伊，让向同国校的囡仔，全部的囡仔会当买运动衫。啊，我一去，伊就签一张支票给我。啊，我介感恩，我甲迄个同学妈妈问，我讲你是安怎遮好？我干那甲你讲，我要甲囡仔买运动衫尔，你钱就给我。伊甲我讲，校长，我甲你讲。我伫细汉的时阵，伊有一遍，伫可能拄啊伫外口咧开始食头路咧走撞，有一天伊互倒花啊，啊搁互欠钱，伊身躯拢无钱，啊伫迄阵伊真正走投无路，毋知影要安怎。啊有一天伊的同学妈妈看伊安尼，伊认真啊，骨力啊。爱就是交无好的朋友，交到唔对的人，所以红倒花啊，这些这拢唔是伊家己造成的。所以朋友的妈妈呢，就一张支票嘛是好伊，叫伊讲你去渡过难关。啊，毋过这个朋友的妈妈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咱拢会拄到落雨天，咱大家人的人生拢会拄到落雨天。当别人拄到落雨天的时阵，你手若有雨伞。就唔好袂记诶，帮别人嘛寄啊雨伞，互伊下当甲咱做伙，唔免压雨，唔免去受风雨，安尼淋淋甲淋糊糊，这就是人生。师父，我想伊嘛是安尼诶心情，转来咱诶乡里，所以伊转来，唔呐今仔日诶物资，今仔日诶关怀金，上大收费收运费上大是向谈国少。因为师父甲咱莲霞，还有台北龙云寺的一些法师跟所有的莲友，致赠了响潭国小一笔经费。那现在我们是不是邀请师父上台来捐赠给响潭国小？偌济钱咱敢会当讲 ？OK， 好，捐予咱 OK 30万，因为好下介济物件爱买，所以咱婆家和师父邀请师父上台来。生啊，介济嘿！虽然五六十个尔，不过我学生啊，介济。第一个是甲阮的感谢状，这是我们的猫头鹰，我会把猫头鹰的祝福，所有谢谢我们的莲友，谢谢师父，也谢谢台北龙云寺。另外还有一个哥卡水，这是向潭国校的囡仔用画布家己画猫头鹰。这是咱即马六年诶彩童诶乐童，乐童即个囡仔话，要甲所有福气、所有智慧，要送予咱诶师父啊，送予咱诶莲友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哎，也谢谢女士。对对，要颁奖学金。接着呢，唔呐和学校吼，学校因为欠介侪物件，所以吼关和学校。啊，即马搁有一项，因为咱学校遮囡仔有诶介认真、介拍拼，有诶虽然家境无好，毋过伊读册精神甲人无共款。所以，迄天阮特别拜托全校的老师，甲咱拣八个囡仔，不过有一个囡仔，因为伊今仔日人身体无爽快请假，有七个囡仔要邀请这七个，这七个吼上古锥、上拍拼，虽然无第一名，这真正无第一名，不过因的拍拼吼，爱咱抱啊声甲鼓励，互伊更加好。来，邀请小朋友第一位来，飞鱼。第三位
管在任何方面，要打扫啊好啦，要整理内底，要甲老师提物件，要做什么工课拢好，写作业嘛够认真，所以咱给伊一个鼓声，师傅要给伊奖学金，来，咱邀请师傅来颁奖，师傅来，我叫小朋友给你敬礼哈，来，立正，好，敬礼。好，来，我们邀请师傅帮他们颁奖学金。这奖学金哦，第一批，还有第二批、第三批，等以后爱叫恁家的囡仔吼，较紧拍拼读册吼。60份，大家囡仔拢有，好来一层，一层，好，好，好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好。师傅先讲故事，吼，来，甲咱祝福，来。啊，这潘董事长，这拢家己的亲人，这我都变成这辈兄弟啦，吼。那伫遮呢，即次活动啊，非常感谢着咱潘船长、甲咱林校长，啊，甲咱在座咱的热林的义工妈妈，因为恁的发心，你们的筹备工作，才让咱即次即个活动会当遮尔顺利来推动甲进行。那不过呢，只是讲用着家己淡薄的力量，有人甲我讲，是话恁出家是介好个，我唔是。出家人绝对是无啥物钱，今仔毋是咱有钱要来做代志，今仔是咱用善念、用咱的善心来照顾着咱的乡亲来回馈，这是咱潘董事长甲我讲的啦。那么呢，有这个善念，就参像一开始咱林校长提起的，我的老爸在世的时阵，伊是甲我强调一句话。绝对袂当看轻着弱势，嘛袂当看轻着善食人，因为我家己细汉
就是贫富一级大汉的，我是贫富级长大的，这没什么通好见笑。只要咱肯打拼，只要咱肯努力，只要咱的信念，绝对会让咱改变。那么我的改变，要感恩到我的出家师慧印师父。我的慧印师父在龙山寺，伊跟我讲，咱人好业善，不是伫物质外在的表现，是咱的内涵。用智慧，但是咱拄仔林校长讲的教育，就是要让咱增长着咱的智慧。咱因为有智慧，咱的眼光，咱的心量，才会当遐宽。尤其你看咱潘董事长，伊伫越南安尼事业有成，嘛不管是倒当啊，咱的故乡，甲咱照顾。我听着讲咱潘董事长遮尔啊用心，我做小弟的人，虽然伫外口出家修行。咱无钱，无咱嘛出淡仔淡薄仔力量。啊，我的老母也甲我讲，即届过年的时阵啊，我老母，我妈妈吼，过年时阵伫桃园教练社，我讲，就讲阿爸叫我师傅咧，真无叫我招呼啦，叫我师傅吼，我咪甲感恩啦，谢谢你啦。伊讲啊，师傅啊，你还记得恁阿爸甲你讲，爱回馈着乡里袂？我知啊，我安那安尼无，拜托你啊甲。兄哥哦，我兄哥啊，我小妹哦，走神到走真走方啊，啊先去向公所了解一下，哦，啊，因着赶紧的，伫短短时间内，咱这次活动筹备不到20天，有咱林校长来出现的这个好姻缘，跟着我们好多好多的志工菩萨，因为有你们，千年万里就是感谢你们，你们让我把这份的善念散发出去。外师傅跟我讲，有两件代志袂当等。第一就是友好袂当等，第二报喜袂当等。我也伫只从进家己学习的过程当中啊，一点仔这个心得跟大家分享，也祝福着咱在座，啊咱各位乡亲，咱大家呢会当身体健康，也拜托咱潘董事长啊，搁较有能力来甲咱照顾一下，我咱乡亲搁较好过。啊，咱的王议员呢，伫这个教育处啊，教育处呢。所以把咱加争取了，让咱共同国小的这个学生的校舍吼，会当搁较健全的，会当让咱读册搁较无障碍的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感恩咱的明矮师父，感恩佛教桃园佛教联社，还有台北的龙云寺。好，咱今嘛吼，要来发放咱甲大家准备的爱心，啊边啊遐有准备一挂凉的，大家你就会当起来啉，起来用，不要紧。等下发物资的时阵吼，甲咱可能爱先领关怀金，你手里拢有一个牌啊，对无吼？啊，咱坐嘞不要紧，咱的志工来，志工挥挥手，好，志工是不是来？咱的志工吼会来带大家去领，啊，咱的顺序来领，啊，咱大家着领关怀金，啊，搁领咱的物资。所以呢，等下领物资了，你看要遮济休困，要来甲师傅开讲，要来甲咱的船长开讲，拢不要紧。啊，咱大家伫遮欢欢喜喜。啊，咱今仔日的咱的活动吼，等下领物资了，就要结束，你就会当先，若讲要等去厝里先无用的，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伫即马要领物资进前，我要借大家的手来感恩咱的明矮师傅。好，感恩我们的所有的莲友，来莲友，谢谢。哎，要谢谢我们今天桃园联社随行的众家师傅，哎，随行的师傅，还有五个到这边吗？好，那现在号码是1到5号吗？好，1到5号，哎，要叫名呢，有牌子列牌，好，然后再补补了，再补。好，来6号。6号到10号来这边等候，6号到10号，6号到10号哦，第二梯次的来这边叫白安再进哈，6号到10号哦，接着你就知道11号到15号也是在后面，赶快排哈，没有，叫顺序排哦嘿，安尼差别乱哈，啊大家拢一定秒着，只要你有排啊，一定都领会着你的物资哦。好，来，白呀尊比哈，白呀尊比哈。其实师傅，你们要跟他们相好吗？
好嘞，请大家掌声鼓励哈，谢谢。你拍照的，谁在拍照？好，从那边走进来哈。16号到20号，16号到20号，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来，多加就位。你的前面你上台。你叫我管啊，我你上台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小心点嘛，嗯，来，排队，一、二、三。是，来哦！谢谢吼，物件啦接过去吼，咱家输，谢谢吼。
谢师傅，感谢师傅，等下咱咧整头咧吼，做爱心吼。
天空发展两片。